はい、はい、行っちゃいましょう。很沉静的时候，你还没有蒙上一些可能因为失败而有的厌倦，或是因为成功而有的习性，你会对一切充满感谢，充满好奇，充满积极，然后也会付出百分百最单纯的自己，那个就是你的初心。说只要心还在跳的一天，就能够有所改变。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时代，真诚的去拥抱当下，拥抱自己，要对自己好，对爱你的人好，好好的珍惜，珍惜再珍惜。ロンドン、シックだ、よかった。